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。小谢啊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随便做了点，你快尝尝。谢谢阿姨。这位观众，我觉得是不是还要多说两句评价一下呀？感谢林阳老师的邀请，不过呢，我今天胃口不是很好，不能吃这太油腻的东西，所以不太合口味。哎，我看姚真真女士挺喜欢的，要不问一下姚真真的感受？林老师这么精心做出来的东西，当然好吃了。把人权能不能先看清楚？哪里出来江西的呀？是不是又被人塞进来露脸的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先聊。谢博士，你是？我是林阳的朋友，上次帮他付款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谢博士，今天是林阳让你来的吗？麻烦你转告林阳，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，大可以说出来，不要用这种幼稚的行为来耽误我的时间。谢博士，这当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林阳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林阳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感兴趣。反正呢，这猪蹄我也吃过了，以后我和他再也没有瓜葛。哎，等等。快点儿。哎，那个谢博士，怎么还是生气了？林先生，我可没时间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玩什么游戏啊？你不是说想吃猪蹄吗？我不过就是换种形式。你无非就是觉得我没有当众发言的经验，所以想看我出丑罢了。不过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在学校里面可是经常给学生上课的，这种场面我见多了，没什么稀奇。倒是你，上次明明是你突然邀约打扰我跟学长吃饭，自己出丑之后反倒还要用这种幼稚的行为来报复我。不是，我那不是。虽然呢，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，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场直播里面背后有多少的工作人员需要做准备。你为了你一个人的情绪，刚刚差点让这场直播出事故，你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影响？林阳先生，这个世界可不是单独围着你一个人转的，我呢没有兴趣陪你在这儿胡闹。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。林阳，人家说的没错。你是他兄弟还是我兄弟啊？我这叫帮理不帮亲。你还说你不喜欢别人也别耍人家嘛。你闭嘴吧你。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那个家里有点乱啊，你自便。你找我干嘛？我想找你谈谈。谢谢啊。那个上次那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就是想逗逗你，然后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对不起啊。哦，那你也不能把我删了吧？我现在想跟你道歉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。哦。我本来是想着
不会再见面了，所以就把你拉黑了。不再见面了？不再见面，你又来找我干嘛？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啊？你慢点，慢一点。慢慢慢慢。嗯。干嘛？你紧张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没骗过别人，怕露馅儿。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男朋友，这样就好多了。可是我没谈过恋爱。那这样想，你就想见完我爸妈之后，你实验室的赞助费就到手了，这样想是不是好多了？对啊。好，来吧。这就是小谢吧？阿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漂亮。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坐。坐那边。叔叔阿姨，到饭点了，大家都去吃饭吧。来，走走，来，去吃饭。小谢啊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随便做了点，你快尝尝。谢谢阿姨。别板着个脸，别吓着姑娘。哦，快吃，都凉了，都凉了。吃饭。小谢啊，最近跟林阳处得还好吗？挺好的啊。哎，小谢啊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？哦，我爸妈是大学教授。哎呦，书香门第呀！哎，不错不错。那个小谢，我们林阳呢，平时不干正事儿，总想一出是一出，你跟他在一块儿。我们就放心了。不是，我早就不干正事了。我喜欢做饭，我喜欢开餐厅，这有什么错吗？那你那个餐厅开成功了吗？我，叔叔，林阳做菜可是很好吃的。我之前喝过他煮的粥，那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天下怎么有人能把白粥都煮得这么好？还有上次那个猪蹄，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蹄。林阳啊，可是很有名的厨师。他在他们那个行业可是很专业的，跟我们这些做学术研究的没什么区别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说得非常好。哎，来吃饭吃饭吃饭啊，多吃点菜啊。刚刚谢谢你啊。你让我帮你做的事，我当然要做了，不然我的赞助怎么办呀？啊，都是为了赞助啊。行，可以理解啊。不过，我刚刚夸你做饭好吃是真的。哦。你做饭确实好吃啊，这也是事实啊。不过你气人也是真的。哎呦，我不都给你道过歉了吗？你就别记仇了呗。我没记仇啊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。行行行，那你能把我的微信从那个黑名单里拉出来了吗？好吧。好了。行。那这任务完成了，赞助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啊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啊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个，谁说任务完成了呀？没完成。我不是已经假扮完你的女朋友了吗？是假扮完了，那你总不能假扮这一次吧？那不然我爸妈会怀疑的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最起码得一个月。好吧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再联系我。哎。走了。啊。哎。